弟兄姊妹平安，平安。感谢主，做久无等来看大家，今仔有这个机会，才等来甲大家参加主持，敬拜上帝。因可是我对于细汉时阵的比较生活比较成长，所以这是我第一个上灵的家。虽然无时间常常有机会转来，啊，毋过有看到周报，嘛知影大家消息。知影教会无论是台语也是华语礼拜，拢真侪人有感谢上帝，在引带这个人来到伊家己的厝。今仔日呢，这主力可以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七节，甲大家分享奉天父的恩道。咱先参加阿父的祈祷。耶稣，感谢你，予阮会使来你的圣殿来敬拜你。主，谢谢，多谢你，是你家己是你家庭，你予阮会使有遮个稳定，会使真侪你的子儿，阮拢是平平来接受遮个稳定。多谢你，你家己嘛信心，得出阮每一工的力量。我会使军队继续军队哩，感谢你。求你家己今仔日的主力，你信心嘛伫遮，引导我们，我们讲较听的，我们是对着你，对着造就。感恩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有一个人啊，伊要去台大病院，啊，毋过伊毋知影去，所以着。伊路边就问一个先生，讲：“这位先生，请问安怎去台大病院？”这位先生就甲伊讲：“啊，你着目睭开开，啊，对中个路中行过，三分钟了后，你就会使到遐。伫信仰的路顶面，咱袂使目睭开开，咱爱看清楚，咱爱闻到人，开始找着路。今日这段经文甲咱讲。”耶稣就是讲着一条健康的路，予咱探到天父遐的健康的路。你心内毋好忧愁，当阮道知影耶稣要离开的时阵，因心内真忧愁。即阵阮道三年多前，较放下一切来跟随耶稣，因期待甲耶稣建立以色列国，因定甲耶稣生活做伙。耶稣的教导，即卖这位生活中心耶稣，伊讲要伊要离开温度，而且温度袂使过去，这让温度心内真忧愁，嘛无明白耶稣到底讲啥物。伫咱军队耶稣走信仰的道路顶面，咱嘛常常拄着让咱忧愁的代志，让咱无明白的代志。我甲阮太太因配，当阮第一胎的时阵，阮心内真欢喜，因为我已经准备要有囡仔，有一段时间。当阮去病院做检查的时阵，这医生就讲，这囡仔可能无心跳，可能该观察。迄时阵，阮心内毋是欢喜，担忧了一下。啊，毋过，阮想还无确定，所以嘛便白白操烦。过几了后，阮去做检查，医生就确定讲，这囡仔无心跳，必须要做手术。迄时阵阮心内着真忧愁，我家己嘛无信心，是讲去找别间病院看卖啊，无一定这是这医生的问题，还是仪器的问题。啊，毋过后来，发现病院嘛同款的结果，就是这囡仔必须要手术会流掉。迄时阵，我心内就开始出，侪侪声伫我心内出现。我讲上帝，敢是之前我知影有信的时阵，啊，毋知有信的时阵，遐倒摆造成的，啊是后来有啥物营养无顾着，所以才安尼。
想来阮有啥物阮会拄着即款个代志。后来，做侪人安慰阮个，有兄弟姊妹嘛讲，因个第一胎嘛是安尼。啊，讲当讲个即银行个教授嘛讲，即是上帝一个保护，因为上帝吼较袂健康个，袂生落来。啊，毋过我心内嘛是做侪个问题，无明白个所在。伫你讲要做手术，决定要做手术的时阵，啊，我徛倒来，转去要转去厝里。啊，停车暗顶的时阵，看到啊人伫我面前行行去，忽然间我就发现上帝恩典伫遮，因为遮个人，伊会使有健康个伫遮行行去，是上帝恩典。遮个人伊有心跳，伊会使互人生落来，这嘛是上帝恩典。后来我就甲阮太太因爸，我就伫厝里做一个感谢仪式，那嘛纪念这失去的囡仔。我嘛是到即摆，我嘛是毋知影上帝有啥物互阮拄着即件代志。反正有当时啊，咱知影原因嘛无一定就袂继续忧愁的。上帝爱咱用信心来回应咱的忧愁，信心无一定。让咱忧愁的感觉消失，但是后来咱有气力继续行头前路。咱这面对耶稣这条路，咱就需要这款的信心。这段经文阁予我看到，耶稣甲门徒讲一件代志，伊讲我就是迄位多加有信的神。耶稣直接宣告，恁信神，那就信我。这对就拜同一真神的犹太人来讲，耶稣就是在讲，我就是那位你所拜的神。啊，耶稣更是在对这军队伊的门徒讲，恁不只呐爱信过去，啊，恁祖先所信的耶和华，恁嘛爱信即马，就恁面头前的我，这行过大饼两尾鱼身体的我，这平静风海的我。在后面生了个我的我，恁也着信我。对于基督徒咱来讲，咱所信就是这个真个我的主耶稣。咱不只是咱头脑知影圣经所讲的话，咱相信有这位神。咱伫生活中，咱嘛是明白这位主耶稣。常常伫作忧愁的时阵，伫咱感觉无任何盼望的时阵，咱的主耶稣，这位信实的主。犹原会伸出伊个双手，引带咱头前个路。咱平常个有人，咱有习惯，写这日记。我平常时嘛会写一挂小人个日记，就是伫生活中，但是见面新个所在，我就家记录下来。有当时摕出来，看卖啊，看家己是安怎成长个，看家己生活经历。搁一寡看因失败甲成功，特别是信心软弱的时阵，当我搁看遮日记的时阵，常常予我心情较平静，因为我知影，这位主耶稣是搁真搁外神，伊犹原咧引带我，过去伊安怎引带我，伊如今嘛是会因为听的缘故，犹原咧引带咱。什么是信心呢？有一位作家刘云，伊有讲过，有一摆伊甲伊个朋友在开讲，这个朋友是一个马戏团的空中飞人，可能大家唔知大家有看过马戏团嘛？可能是伫电视遐看的，无机会看。这个马戏团的空中飞人呢，伊就甲这刘云开讲，这朋友就讲，大家拢认为我是。这内面上伟大的明星，按过真正明星是对面迄个接我的，因为当我往伊跳过去的时阵，伊必须要足稳稳的把我抓牢的。咱注意着问，那是安怎才做得到安尼？这个朋友就甲伊讲，秘诀就伫当我往伊跳过的时阵，我啥物拢袂使做。爱予对面迄个人做所有的代志，
我啥物拢袂使做，爱予对面迄个人做所有的代志，因为当我想要伸手想要做一寡代志时阵，想要扭伊的手的时阵，反正会伤害伤害了阮两个手，会骨折。所以，我所爱做的是放开我的双手，相信另外一边的人会稳稳的甲我协调。 放开双手，互对方掠掉的。咱的信仰的道路，咱的信心，就是放开咱的双手，相信另外一边的主耶稣会稳稳甲咱掠掉的。当咱拄着一大忧愁的时阵，若亲像耶稣离开阮道，咱嘛感觉上帝甲上帝开眼，咱失去所有的盼望的时阵。 求主帮助咱继续挖掘伊行信心的道路。这位信心的主，伊对温度讲伊要去啊，啊，毋过伊阁要倒来。其实耶稣要离开温度，有一个真重要的目的，真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伊去为温度，嘛是为咱备办一个厝。即摆。 拍开报纸，咱拢看到的啊，看到报纸内面讲，个位的厝较好，当时这介绍起，当时会落。啊，若你要离捷运边啊，可能后来阁会使增值。所以大家拢啊，真关心这个话，这个代志，嘛，为着这买厝做拍拼，因为这厝会使满足咱心灵的需要。 让咱有安全感，甲归属感，厝会使夜风避雨，会使互咱所疼的人，咱带做伙。伫厝里咱真放轻松，因为咱会使伫厝内，厝里人的面前，做咱上真实的一面。一个家满足咱的需要，咱伫天顶，共款嘛有一个家。 一个天顶的家，一个永远的归宿，这是上帝为每一个上帝子女所陪伴的。耶稣已经升去，伫遐为咱陪伴所在，将来伊嘛会阁转来，才咱转去。啊，伫地面上呢，咱可能有足大的厝、足水的、足美满的家。 咱在咱伫地面上嘛是，常常拄着做一恶难争的代志，咱有目屎、有痛苦。咱在圣经讲，咱伫天顶的这个家是无目屎、无痛苦、无死亡。天顶这个家嘛免日光，因为主神要做咱永远的光。所以所有的人，咱都希望伫天顶这个咱永远搁较水的家。最后所要坚持咱平凡这个家。 阮查某囝即摆拄好一岁外，拄好想要走的时阵，所以有当时啊，我回去拢爱对伊后边安尼行伊跑倒。啊，毋过我逐工回去呢，拢有一件代志拢互我上欢喜，就是我逐工回去时，可能做老爸拢有安尼经验。回去时阵，你查某囝也是你的囝儿，一边跑过来。 伊对遐报名，遮爸爸，但迄时阵，心内所有的疲劳拢无去啊。因为这查某囝拢足贴心的，所以你甲你所爱的人做伙，遐就是天堂。对，天顶的家嘛是安尼，遐有咱所爱的主耶稣，遐有咱所爱的主伫遐，所以遐就是咱的家，遐就是咱。 永远的归宿，遐有咱所爱的主。所以伫地面上，咱啊，搁活伫地面上的时阵，咱着继续学习享受主的同在。伊将来伫天顶，咱嘛是安尼享受伊的同在。真侪人可能无法在咧学习，也是无一定享受主耶稣的同在。这是咱必须要继续。
确实的。在耶稣离开世间的这段经文内面，其实温度有真多无明白的所在，足侪疑问。那亲像今仔日，啊，那你的先生，还是你的太太，还是你的父母，伊讲伊要离开，而且伊要去一个所在，袂去再回来。恁会问伊什么呢？跟你会问，啊，你是要去倒位啊？啊，你当时回来，还是我？啊，哪该去找伊？同款，罗马代替温度，啊，代替咱问耶稣一个问题：，倒一条路会使去你遐去找伊？是倒一条路呢？咱每一个人在找路，你多出社会，咱在找头路，在困难中，咱在找出路，甚至在病痛当中，咱在希望有一条活路。人拢在找一条会使行的路，路对犹太人嘛无清楚。诗篇讲，你要甲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伊在面前有满足的希望。伊赛亚书嘛讲着。这是正路，你着行伫其中。所以犹太人一生嘛拢咧敲锤上帝道路。耶稣回答托马：“我着是迄条路，我着是唯一的道路、真理甲活命。”伫约翰福音总共七个我是宣告，其实每一个宣告拢表明一个真理。伫五个饼里。两尾鱼的心境了后，耶稣宣告：“我就是生命的命。”第二宣告，伊是搁活搁活命了后，伊予人对世人中搁活。而且，当耶稣要定十字架，离开世间到地下时阵，伊讲：“我就是道路。”但圣经嘛讲，毋是所有的人拢会使到耶稣去。耶稣遐去，到天父遐去，是有个人袂使去。耶稣伫约翰福音常常着甲犹太人讲：“我去所在，恁袂使去；我去的所在，恁袂使去。”为虾米呢？因为犹太人伊找唔着路啊，伊是要靠家己，毋是靠耶稣。即经文讲，若无照着我，无人会使到地遐去。这其实来讲，表明一个关系，又是讲咱袂使到神遐去，因为每一个人拢要到神遐去，伊拢爱面对神，咱拢爱对神遐得到赏赐，也是审判。啊，毋过到地遐去的，只有上帝遐去，只有透过耶稣基督，咱甲上帝有遮个活性命的时阵，咱才会使到地遐去。所以耶稣对咱生活中、对咱生命中真重要。若无伊，咱袂使到天父、天父永远的厝遐。耶稣就是生命，就是真理。约翰福音开始嘛，甲咱讲，就耶稣生命伫伊内面。这生命就是咱的根，多加着心，住伫咱内面，住伫咱中，常常满满有稳定、有真理。所以耶稣伊是。真理甲活命，耶稣伫地面上短短33年外，伊完全活出上帝真理甲活命。无人像耶稣，会使讲出上帝真理，会使完全活出上帝真理。也无人像耶稣，会使甲上帝的性命赐予人，予咱。会使解决罪甲死亡的问题，只有耶稣，伊是咱，伊是绝对真理完全的活命。所以耶稣宣告，伊是唯一的道路。咱借着耶稣，会使到白遐去。伊是一条真正通甲天父永远活命的道路。即摆咱可能找路真方便，因为咱有手机啊。会使上网，咱就会使 Google， 还是用卫星导航。啊，是过去的时阵，咱就爱摕地图，
啊，还是你问，较有经验的人，安那去，他会所在。若是今仔日你来去，有人问你安那对以后到来到彰化高中，啊，你可能会家当地的头前即条路去行，或者车往顶去倒弯，啊，搁安那行安那行。啊，常常啊，行行去，倒弯、遮弯，咱拢会找无着路，有当时啊，着行唔着。 啊，安那上关键呢，就是你家己带伊带去，若是你有时间，你家己带伊去，安尼你家己就正做伊的道路，你家己就正做伊的道路，伊照着你，就一定会使到伊所要到的所在。耶稣就是咱的道路，伊都正着心，伊家己亲自正做咱的路，透过耶稣，咱一定会使到天父遐去。 透过耶稣，咱一定会使有永远的光明。所有旧约的律法，拢是启示真正的道路。当咱学习耶稣的生活的时阵，咱着活出上帝要咱活的生命。当咱顺服耶稣给咱命令的时阵，咱着顺服所有旧约律法的中心。咱是接着什么到白遐去的？ 哦，犹太人、外国人是要借着守律法的规矩，想要借着好的表现到上帝遐去。宗教有当时也是信仰的原因，因为虚假的宗教，互咱远离真正信仰。当时我发现，我家己嘛是，想要有好的表现来，得到上帝的恩乐。 这就替是外在拍破中，但是话面的表现呢，会使互咱到圣洁面，圣洁上帝面前，唯有透过耶稣基督，咱才会使独独来到上帝面前。感谢主，咱每一个人伫即个唯一的道路顶面，咱信耶稣，咱基督徒，就是我们这唯一的道路。但个有真侪人毋知影这唯一的道路，所以上帝就好。 教会和机构有遮个传福音的使命，而且我今日要一份多谢大家过去对我甲阮太太、阮一家伙仔的关心大德，阮伫韩传道会会使继续服侍。这是一个韩传道会是一个传福音宣教机构，我即马有一挂相片要甲大家分享。 我即摆伫学堂的话，过去主要时间嘛是伫学生的这个工作内面，主要伫南部有台南嘛有做着，所以这相片内面就是阮一挂学生，一个退休会，这是伫医学院的这学生，伫医学院因为因的时间都有限的，有限的，所以常常拢是中昼休息。 阮就做伙食饭，啊，唱歌，甲读圣经。伊就借着这个机会，邀请伊的朋友，邀请伊的同学来遮机会听福音。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学校，阮是用暗时的时阵伫遐做会。啊，即马阮伫学校，他们过去呢是可能你运用思虑来运用，即马。 较侪就是对待学生，就开始用影片、用这相片、甲伊分享，透过遮甲伊有新甲新的交配，会使知影伊家己心内想啥，借着遮机会会使传播伊互伊。啊，这是嘛是伫一个学校，另外一个学校中，中午的时间就是访问，嘛访问遮个同学，嘛是有机会甲伊接触福音。 这是寒假甲暑假时阵，阮会带遮个学生，因共款去服侍别个所在，有当时也是囡仔，有当时也是青年人。所以大学生是阮过去所服侍对象，四年了，因拢毕业，所以人来来去去，阿哥做侪个拢是第一代伫遐信主的。嘛是基督徒会来，从阿哥阮个团体。
伫行业主要是咧讲，就是互因，互未信耶稣的人有法度会使明白伊。所以未信者是阮所有活动主要的对象。啊，伫相片内面，阁有除了伫国内之外，我们还在国外宣教。那这个是我们在国外宣教的照片。这相片，咱的边是当地穆斯林，在学生、大学生，但我嘛伫遐，甲因有机会讲话，有机会传播因。因回到国家，这是较困难的，因为无法度第一届就甲伊传播因，因为这有可能造成危险，所以。透过甲因较长期的交陪，成做伊的朋友。第二届、第三届，有机会甲将上帝福音传给因。这是阮短期伫个穆斯林地区，大概两礼拜所在所做。这嘛是阮入去穆斯林的所在，阮去因的厝拜访因，主动的甲因关心因。嘛安尼有机会将信仰传给伊，这是当地伊遐个中心，回教穆斯林的中心。其实伫台湾遐台湾遐即个相片也是真侪老会的所在，因为当地的穆斯林甲遮个原本的民族有足侪冲突，流血冲突。所以，当在当天遐为遐来祈祷，伫遐纪念这个所在。所以，伫海外咱阮有机会伫海外宣教。其实，这穆斯林所在其实是其中一个所在尔。我们有当天伊去几遍有负担了后，就去申请去，比如说伊去有北韩的施工，有。法国的施工，然后做在偏远地方的施工，其实做在所在，基督教的生活，咱可能无法度想象。伫北韩的施工，因在基督教，因是只要你互发现，你感觉真正是失落一条命，所以拢伫做地下做隐秘的所在咧聚会，无像咱伫台湾是基督教是真。自由甲幸福的，有个人对别人逃出来了后，到一个较安全所在，遐有阮个同工，也有几啊基督徒的机构伫遐合作，咧照顾伊。咱搁互我一个互我足感动，就是遮个有个别人的基督徒，因了后选择搁要转去别人因个家乡。伊想要回去，将这基督福音搁传开。啊，毋过侪人看到要回去，感动嘛真欢乐，因为对伊来讲，搁回去迄个所在，等于是讲你要将你的性命搁付出。所以将常常这见证，就激励阮。所以大家伫基督中间会使，为代祷，不论是咱台湾的。传福音，也是伫外口，搁有侪侪人还毋捌听到福音。即个相片是今年含团队的主要的活动，就是阮这是 MIT， 还毋是，但是毋是 Made in Taiwan， 是 Mission Impact Taiwan， 就是宣教正台湾。今年阮期待挑战一百队的大宣队来到台湾，目前已经大概八十多队，来台湾，甲教会配搭，甲机构配搭，伫个乡村作为所在，会使甲福音，搁一遍个传扬予人，搁有足侪人是还袂听到福音个，即个是大概伫个七月，一月到七月，几个相片，即个活动其实，一月到七月已经有十二个短宣队来啊，总共接触传福音是10000多人。啊，七月呢，即马是密集高峰，刚过去的七月是密集高峰，有52队，有12队来，
来遮传讯。啊，这个活动不只是今仔今年，今年年阮要继续，接收海外传讯队，嘛有机会嘛差遣传讯队出去。其实遮侪侪相片，就是咧，甲大家报告，就是伫我甲阮太太服侍遮个所在，主要嘛是大学生的时间，因为伫台湾，做侪大学生嘛是爱着听着福音，咱看到做侪社会事件，嘛是遮学生所造成。当闽南人无毋捌福音，当人毋捌耶稣基督的时阵，咱性命就甲是咧迷路共款，咱需要真正明白真耶稣基督。所以遮个阿个信耶稣的遮学生，也是伫国外的遮较弱势、遮资源较少的人，遮国家的人民，就是阮继续伫遮咧做。嘛，多谢教会过去一直对阮的支持、甲关心、甲带导，感谢上帝。祝福大家，嘛唔忘咱继续会使行这信心的路，行倒去厝的路，行这唯一的道路。互咱家己行这条路，嘛互别人行伫这条路，互咱会使到天父遐享受伊的同在，享受耶稣基督的听，嘛互人即是世上的人，伊嘛会使来享受。咱三到阿头来祈祷。主要说感谢你，你家己真做阮的道路，用你的信托我，我们每一个人拢会使到天父遐去。我们只要是借着你信你的人，我可你，你让阮会使甲天父享受遮个天的关系。主感谢你，愿你继续祝福咱教会，祝福每一个兄弟姊妹，阮的性命会使享受你的同在，阮性命会使引导人行这条路。愿你圣神继续帮助阮，伫阮每一天可能阮面对你的时阵有忧愁的代志，但愿你赐阮信心，会使继续走这头前的路。我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Thank you.